丞相，果然是好剑法。跟将军比起来，自愧不如啊。丞相过奖。剑法虽好，也需良工。将军以为然否？丞相。这是什么？请将军过目。这么快？他屈伯庸藏的倒是隐蔽，把粮草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。可惜他千算万算，还是算不过我张仪。丞相剑法虽好，可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哦，那将军以为我这一箭应该射到哪里？我认为这一箭自然是应该射在屈伯庸的老巢。都让你看明白了，本相还当什么主帅？速速通报大司马，剩下的人跟我冲！是。